什么事这么急啊？报告将军，十万火急。各位，我代表大日本皇军正式宣布实施B计划，下一个目标，重庆。 别动，怎么会停电？我叫他们断了电，为什么？为了方便行动。那儿上电，走。前面就是中西仓库，准备行动。 偷袭 B 计划一期工程行动彻底失败，国军爆破突击队全军覆没。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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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将军还没坐下，你们怎么都坐下了？哎，是将军会首，我们才坐下的。那是将军在后苍蝇。起立。好，各位，坐吧。我们从国战区抽调的精英人才，全军覆没。 培养这样一个人才，需要花5年的时间呢。如此惨重的代价，我们承担不起啊！但是。
敌人的 B 计划又必须把它粉碎。上峰命令，由军情局特情处处长华刚上校组织并领导这支由在押的犯人组成的特殊的敢死队，再次行动，代号叫非常出击。华刚上校有什么想法？用最小牺牲换取最大胜利，我没有任何想法，坚决执行。你准备的敢死队准备的怎么样啊？我准备带上川西大侠关战魁，再加上一些其他人。他人在哪儿啊？投军火入狱，他对我们非常有用，先关在牢里。关战魁，出来！华上校，先让我看一看这个川西大侠什么模样。魏少校，帮换灯。好。他就是川西大侠。对不起，对不起。魏少校，这么严肃的会议，你搞什么名堂？都是该死的苍蝇！对不起，我放错了，我马上重新放啊。郭小姐，实在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没关系，正好，我正想参加敢死队。怎么，拦路抢劫啊？关战魁，那是您的活儿。我在练印度瑜伽术。闪开！关战魁，你什么时候还我那50块大洋啊？这是神偷药子，关战魁的把兄弟，现在在逃，但我们可以很快找到他。好，对这个问题就不要介绍了，就这么决定了。华刚，马上带着我的首领到监狱里面去提前释放几个犯人，再找几个有能耐的凑合一下。敢死队一周之内出发。将军，请算上我一个。你个女孩子行吗？我行。哎，郭小姐。你开什么玩笑？哼，报告将军，我早就盼着上前线了。郭小姐的勇气，本人是非常钦佩。不过，这件事情要由华刚来决定，请坐吧。是。我宣布，这次任务事关重大，每一个部门要全力配合敢死队完成这次任务。大家听清楚没有？明白。将军还有什么指示？这里的卫生条件太差了，当务之急，马上消灭这只苍蝇。仙人板板。哎，傻愣着干啥？一起抓苍蝇啊！抓苍蝇！快快！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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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抓！！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会送命的。大侠，这是开牢门的钥匙，这是防身用的。现在就怎么？现在不行了，军情局来电话了，有人要来，院里建了双岗。军情局来人，他们要干什么？管那么多干什么？半夜三点整，我把后门打开。外面有人接应，哼，我等得了吗？哎，关占奎，明天收拾好你的东西，去采石场工作。进去，进去。关占奎，我早说过了，不还我的钱。你休想走出这道门儿！哼！停下！哎哎哎！哎，跟着那辆车。麻烦你快点儿。给，谢谢，不用找了。哎哎哎，停停停停下！你怎么突然就过来了？啊，是这样的，张主任，我有紧急情况向你汇报。啊，谢谢。有尾巴吗？甩掉了。啊，情报在这儿。B 计划，他们第一步整个具体行动是什么？具体行动是，在华中柳河地区，修建一座可以储存上千吨细菌武器的仓库。国民政府本来是想请求盟国支援，借用他们的轰炸机群来袭击目标，但是英美以尚未对日宣战为由拒绝了。后来军委只好从各战区抽调一批爆破手，用人工来炸毁 B 计划一期工程。嗯，可是我们刚刚接到密电，他们全军覆没，这个计划彻底失败。哦，那他们下一步还有什么行动？军情局打算再组织一支敢死队。前往柳河，炸毁一期工程。哦，这个情报非常重要，我立刻上报延安。嗯，对了，敢死队队长是谁？是军情局的特勤处上校处长华刚。华刚？哦，这个人我们了解，是一个无党无派的职业军人。对，作战非常勇敢，也立了不少战功。对了，小狗儿，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啊。我想参加敢死队。
你好，请出示你的战舰。开门。 盯着我干嘛？马上把观战魁这个犯人交我带走。这人是刑事罪犯，跟你们军情局有什么关系啊？我们要用这个人。这车等在外面了，马上把他交给我。不行，观战魁的刑期还有10天才满，没有法院的通知，一律不准放人。法院当还是军委会的，这是军令，那自己掂量。 杨守义，真的，哎，来说，杨守义，到，让一下。咱们的损失大不大？死伤不少啊！狗日的，小日本！关振奎，我不会抓你的。关振奎，别动！你什么意思啊？关振奎。 打算去哪儿啊？你放心，我不会抓你回监狱的。你是谁？军情局的。我跟你没话可说。站住！听清我话没有？ 去你妈的！老子刑期已满，还有10天就可以出狱了。那你为什么越狱？这不关你的事儿。那好，我不管你，你上车，跟我回去。老子就是被你们军情局陷害入狱的，有种的，就杀了我！
有种的就开车来抓我，好身手，但你快不过子弹。你的枪法太差了，这样吧，我给你一块银元，回去找师傅，学会了再找我玩。怎么会让他给跑了？关占奎飞檐走壁，如履平地，真的有一身好功夫啊！哎，华刚，你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吗？怎么不一枪把他？我要的是一个武艺高强的敢死队员，不是一具尸体。哎，人家不愿意去，你老缠着干什么？找别人呗。哎，我看你就行啊！赶快换件衣服，跟我一起去。我，啊，我就不掺和了。哦，对对对，我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我去完成的。啊啊，好好好，好，去忙吧。胆小鬼！哎，华刚，我一定要参加敢死队。咱们敢死队员，个个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你个小姑娘行吗？啊？只要是杀日本鬼子，我的手绝不会发抖。那我问你，擒拿格斗、飞檐走壁的功夫，你行吗？我会让你见识见识的，华刚，让我参加敢死队吧。要参加可以，你得把神偷鹞子抓回来。是犯什么事儿被关进来的？他们说我贪污，判了我5年。一直跟关占奎关在一起，我资格比他老多了。这我知道。关占奎走了，你就是老大了吗？哼，他在的时候我也没当过老二啊。少废话。卢少全，我来问你。你知不知道，关占奎是明明知道自己还有几天刑期就出去了，还要越狱，这是为什么？我必须说吗？如果你喜欢蹲监狱的话，可以不说。我说，关占奎突然越狱，多半是为了一个女人。你说谁呀？重庆棉纱大王沈万福的千金，叫沈静媛。干什么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啊？有 pass 也不行。知道是什么地方吗？棉纱大王沈老板府邸。沈老板不在重庆，由你这位师爷照看。哼，既然知道还敢私闯民宅，简直是无法无天。我们在执行公务，我不管，赶紧离开此地，要不我叫警察了。把警察局长叫来也没用。回答我的问题，沈小姐最近是不是回重庆了？哼，我已经回答过了，没有，没有。你给我出去！吴师爷，我实话告诉你们，我们今天来并不是来找沈小姐，而是他曾爱过的一个人，关占奎。对，这小子越狱逃了，他关在牢里也对沈小姐念念不忘。你的意思，关大侠越狱是找我们家小姐来了？难道还有别的解释吗？好，我告诉你，沈小姐确实和关大侠好过，可是我们家老爷啊，
他怎么能容忍他的女儿爱上一个打家劫舍的江湖中人？硬逼他们俩断了来往。关占奎入狱之前，经常来骚扰，他还扬言要派人把小姐抢走。我家老爷不堪忍受，早就举家迁走了。去哪儿了？哼，对不起，无可奉告。我只知道他们已三四年没有回重庆了。 听起来蛮有道理，不过对不起，我们还是要搜。走，上楼。哎，你，先生，你可不能乱来啊！这可是沈家，知道吧？这是沈小姐的卧室，过去是。 现在嘛，哼，他早就搬走了。嗯，别动！ 哎呀，先生，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全部拿走。嗯，长官，什么也没搜到。撤退。再见。头，发现什么了？吴师爷没说实话，有人之前来过了。哦，我也觉得这屋子里的气味有点不对头，现在怎么办？ 现在回去，晚上再来。好，请上校。 进屋之前，亲敲门嘛，懂不懂规矩啊？啊，哦，哎，对不起，对不起啊！哎，关小姐，今晚小上还有舞会，我搞了两张票。哎，你不是爱跳舞吗？今天晚上我请你跳舞。哎，对不起啊，我另有约会。啊，另有约会？嗯，跟谁呀？跟你有关系吗？哦，哎，没事。 另有约会，一定是华刚的小子吧？是他又怎么样呢？哎呀，他想拉你进敢死队，让你陪他去华中送死啊！那是我乐意的，碍你事儿了。哎呀，顾小姐啊，我是真的为你好啊！我劝你别再跟华刚搅和。 这种人呢，比较阴险，他对你呀，从来就没安过好心。嗯。哎，可是他从来都没有拍过我的照片，在大厅广众面前播放啊！哎呀，这我撕他你的照片，那是我爱你吗？啊，哎，那。 魏副先生，谢谢你的好意。可是国难当头，我没有功夫谈情说爱，而且我真的好忙，你走吧。不不，我不送了啊。哎呀，我说跳跳舞，好好聊聊，加深一下印象嘛。哎，请等一下。啊，怎么了？麻烦你把门带上。 好，再见。哎，啊。
谁？关振奎，跟我来。关振奎，别开枪，我要活的。是说关占奎不在府上吗？你说什么？关占奎真的在我家里？你瞧，那不是吗？师爷，不用送了。哼，谁送你了？啊，把我家里搞得乱七八糟的。我要你赔偿我的损失。好，找军情局赔吧。小郭，华刚同意你参加敢死队了，基本同意了，不过还有个条件，他让我必须想法子找到一个叫耀子的神偷。哦，为什么？关占奎趁日本飞机空袭的机会跑了，耀子是关占奎的小兄弟，他知道关占奎藏在哪里。关占奎明明知道刑期将满，还要提前越狱，一定是什么事儿急着要办。别着急，重庆地下党的同志熟悉情况，我们马上通知他们，给想想办法。张主任，这么说我的计划组织上批准了？批准了，刚接到延安总部的电报，上级同意你借这次机会搭敢死队这趟便车，尽快去敌占区，一方面组织协调我们在华中的力量，协助军情局的敢死队破坏敌人的 B 计划一期工程，体现我们在国共合作中的诚意。另一方面，按原定计划执行你的使命。太好了。张主任，那我走了。那你小心点儿。开车吧。喂，国英啊，是我。找到耀子了？他在哪里？江北商会馆。好，我知道，我马上派人过去。
哎呦，于会长！啊，香烟，卖香烟。师傅。香烟，卖香烟。哎呦，会长，吴师爷你好。会长发了。哎，还可以。哎呦，陈老板，你好，你好。哎，李先生，你也来了。吴师爷。哎呦，哎呦，李老板。哎呀，哎呦，哎呦，哎呦，你好，你好，你不见了。是是是，好久不见了。哎，对不起，我过去一下。哎呦，吴师爷，你好，你好，你好。哎呀，好久不见了。尊驾是，你忘了？上次咱们做棉纱生意的时候，那个，哎呦，张老板，哎，对不起啊，哎，张老板。吴师爷，你好！哎呦，是陈先生啊！师傅，咱们晚上可以吃烤肉了，是吧？哎，等会儿。哎呦！哎呀，马老板！哎呀，马老板你好！马老板你好！马太太！哎，马太太好！哎，你们！哎呦，哎呦，张老板！哎，张老板！哎，这，你认识啊？我不认识。那他是谁呀？卖香烟，香烟，香烟，卖香烟嘞！师傅，咱们可以吃烤鱼了。那当然。哎呀，王总！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李经理！哎呀，你好，你好！哎呀，好好，慢慢聊啊！哎，这也是谁？哎，诸位，请坐，请坐，坐坐坐坐坐。各位商界的朋友，现在是国难当头，我们大家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把抗战进行到底嘛！诸位。我们的生意也要做下去，大家都知道，前方后方都需要棉纱、桐油、铁矿砂，只要前方的仗打得热闹，我们的生意才会红火嘛。这个，所以我们要抗战发财两不误嘛。哎，兄弟，这经理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其实啊，他是做日货生意的。哎，有人还怀疑啊，他是隐藏很深的日本间谍。好好好，莫谈国事，莫谈国事。好好好。李老板，那批棉纱的事情怎么样了？我也只能出这个数了。好嘞。哎呀，李先生啊，我们沈家可从来不做亏本买卖的。那我也只能出这个数了。好，成交。今天晚上，老地方，我做东，请二位赏光。好，好，好，来来来，喝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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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药子，重庆最有名的贼王，我们早就盯上他了。谢谢你们。没关系。香烟，卖香烟嘞。呀，师傅厉害哦，今晚可以吃烤鸭了。那当然。啊，再会再会。香烟，卖香烟嘞。你过奖过奖。哎，小姐，你钱包掉了。我的钱包怎么会丢了呢？钱掉了！哎呀，真是容易！哎，借个果啊！哎呀，对不起啊！等一下，我朋友东西在你那儿。哼，先生，不会吧？是吗？这是什么？哎呦！哎，看你往哪儿跑！嗯，高小姐，你的包。谢谢，走吧。对不起，对不起啊。